搞定了。你知道那个马场主人有多难搞定吗？我的独门秘籍我都使出来了。什么秘籍啊？死缠烂打。草草，你对我太好了。嗯，你想吃什么？随便点，慰劳你一下。你对明朗才是真的好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喝咖啡，这儿特别好喝，给你也点一杯吧。服务员，草草，我现在不能喝咖啡。为什么呀？这家咖啡特别好喝，喝一个。嗯，不是，因为我现在不能喝刺激性的东西。怎么了？身体不好啊？也不是，就是那个。你快说，磨磨唧唧的，到底哪出问题了？嗯，我有宝宝了。真的？嗯，真的。嗯，我最近有点头晕，然后刚才路过医院的时候，我就顺便检查了一下身体，就确定有宝宝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你这可是双喜临门呢，那你赶紧告诉孩子他爸呀，你这幸福来得这么排山倒海，可让他挺住了。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吧。嗯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可是第一个知道的。好，我的荣幸。嗯，太好了，百合，恭喜你。喂，百合。你还是不舒服吗？有没有好一点？哦，我好多了。明朗，我想见你，你有时间来马场吗？去看清风啊。我有事跟你说。好的，那我现在过去。嗯。说我们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？我能想到他的样子好可爱，一定和你一模一样。清风，我把他交给你了。
明朗，宁夏的电话。今天周末，公司的事先别管了。明朗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留在你手机里的照片？你有没有听到我对你所讲的心里话？为什么从那一夜过后，你又对我如此的冷漠？你忘了我们当时有多快活吗？明朗，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，快点打电话给我，我在这边等你。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？你也一样爱我的，对不对？谢谢你把你自己交给了我，让我时时刻刻能感觉到你的气息。此时此刻，我就像一位收复失地的国王，比原本拥有更加的快乐。我好想向全世界宣布，你是我的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，哪怕只做你身后的女人。为了你，我愿意这样卑微的爱下去。百合，清风想你了，下来陪他吧。来，小心。百合，百合，你去哪儿啊？出什么事了？百合，百合，你听我解释啊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手机上会有这些东西的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，那还有谁知道？江百合，小两口吵架了。宁夏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给我发这些东西？你想怎么样？你自己做过的事情，怎么反过来要问我？我做什么了？你说呀，我做了什么？宁夏，你何苦要这样做呢？我生明朗的气，不是因为怀疑明朗，而是我觉得是他给你制造了痴心妄想的机会。江百合，我今天是来报喜的，我不想跟你争论。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，我也不想藏着掖着。明朗，我有了，有了你的孩子，你就要当爸爸了。宁夏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如果你执意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随便你，这跟我无关。百合，我们回去。明朗，放手。明朗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放手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放不放？你是不相信我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放手！肚子，宁夏，百合，别理他，装的。我的肚子，啊，我的肚子！百合，宁夏，宁夏，你没事吧？我的肚子，明朗，你快开车送宁夏去医院啊！百合，你快去啊！宁夏，宁夏。再做个血常规啊，先去交费吧。医生，我应该没什么事吧？没什么大碍，一切正常。
你只要保持良好的心态，性子不要这么急啊。记住，怀孕初期的一举一动你都得格外小心，像这种摔倒的事情以后必须是要避免的啊。好的，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，我一定会注意的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刚才交费的那位就是我的男朋友，他才知道他当爸爸了，也不知道他是一时接受不了啊，还是太过于高兴。医生，医生，她真的怀孕了吗？这还有假呀？对了，大夫，我的那个男朋友是第一次来陪我看病，太开心了，以后我们会多注意的。嗯，这个时期非常的关键，一定要多注意啊。嗯，谢谢。哎呀，大川呐，你说我今儿和几个朋友打麻将，人家说实话问的我都没脸回答了。你说咱们家最近怎么了？怎么这么不顺呢？啊，是不是有什么灾星啊？芬芳啊，前些日子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你还没有吸取教训呢。哎呦，家和才能万事兴，你呀，为什么非要把家里搞得鸡犬不宁呢？哎，我也知道，但是我这心里吧，就是特别不顺，就是赌一口气。再说了，这日子过得也太无聊了。哎呀，你说现在在这个家，我想找人吵一架，都吵不起来。你呀，真是太无聊了。百合，百合，爸妈。你们有没有见过百合？哎，明朗，今儿真是怪了，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哎，你干什么呀？垂头丧气的。哎，明朗啊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百合呢？你看你说什么呀？能发生什么事啊？百合都那么大了，难道还能丢了不成啊？哼，再说了，撵都撵不走。妈，你要撵谁呀？百合好歹也是你的儿媳妇，你为什么就那么讨厌她呢？林明朗，你干嘛和我发脾气呀？啊，我是你妈，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她又不是我生的我养的，我干嘛要对她好啊？再说了，她一进家门，这个家就倒霉。你太不像话了啊！怎么了？她就是个灾星嘛。是是是，我也是个灾星，你把我一起铲除了吧。哎，明朗，干嘛呀？怎么都这么对我呀？哎，芬芳，谁啊？来了。哎，百合，你怎么来了？草草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？来来来，快进来坐，快快快，快坐啊！坐，坐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跟我说说。宁夏怀孕了。啊？宁夏怀孕了？那孩子是明朗的。你确定吗？宁夏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你等着我，我去找他。哎，草草，宁夏是个孕妇，我不想你跟他冲突。那怎么了？那他也得把话跟我说明白了，真奇葩。草草，草草，哎，对了，宁夏住哪儿？别去了。你不跟我说，我也有办法。我让大华带我去。草草，在这儿等我。草草，别去了。草草，等着我。别去，草草。就这儿，就这儿啊！别！你想好怎么说了吗？这事咱俩可得想清楚啊！
我还用想啊？难道我还要先写个草稿，然后在嘴上涂点蜜吗？放手，不许碰我。开门！你们找谁呀？宁夏呢？宁夏，你们是？我们是宁夏的同事。废什么话呀？那他宁夏，给我出来！宁夏，你给我出来！宁夏，谁呀？在这大吵大闹！宁夏，你不能！哎，怎么回事？你还好意思坐在这儿？哦，是江百合派你来的吧？答对了，我今天就是想来问问你，你跟明朗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哦，不就是你情我愿，然后怀孕了吗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什么你情我愿的事？人家明朗跟百合多好啊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？当小三可耻，当小三可耻，你知道吗？是我爱明朗在前，江百合她才是小三。我告诉你啊，只要明朗她一天没有结婚，她就有选择自己幸福的权利。再说了，这种事情一个巴掌也拍不响啊。如果明朗她不愿意，你觉得我可能强来吗？哎，对了，你要问是吧？那你把明朗找过来，咱们一块问问，一块聊聊啊。你听我一句，听我一句啊。那个，他们俩领证了。领证了，你知道吗？人家领证了。领证了，领证了又怎么样啊？那明朗不还是爱我的吗？不是那个插一腿的不是你吗？哎，我说，你也太不要脸了！你破坏人家家庭也就算了，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，你这种人就是社会的败类人渣！你这个孩子小小年纪说话怎么这么毒啊？我跟他吵架关你什么事？当然关我事了，我是他红姨，别跟这种人废话。别，都少说一句，少说一句。宁秘书，你听我说一句啊，放过明朗等于放过自己。红姨，把他们给我请出去。快，请出去吧！停下，人至贱则无敌，你已经是武装无敌了，你就是武装无敌，你知道吗？走吧。宁夏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行了，你别问了。没错，这现在声明已经煮成熟饭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可是，他们说那俩人已经领了证了，那你这不是？那家庭呢？他家怎么样？我没有错，江百合她就是小三。我不管谁小三小四的，可是一个姑娘家不能开这种玩笑的。我没有开玩笑，这件事情我已经想好了，你就不用瞎操心了。哎呀，可是你怀了孩子，这以后还怎么嫁人呢？如果明朗不要这个孩子，我就自己生下来自己养。你还年轻呢，这辈子还长着呢，你以后没准找一个更好的呢。行了，你烦不烦啊？你要真是为我好的话，你就别在这里说丧气话了，好不好啊？宁夏，要不然我带你去医院，咱把这孩子做掉吧。你给我闭嘴！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怎么能够这么狠心？你还说我是你的女儿？我这是为你好啊。哎，宁夏。行，别生气了啊，别生气。百合，百合，我回来了。百合，百合，人呢？干嘛呢？嘘。什么？长了。长好你个头啊你！你傻啊你？什么时候了？还在这玩？哎呀，你着什么急呀？你想他不在这儿，那他肯定回家了呗。关机了。啊？他回家关机干嘛呀？明朗这个王八蛋！我肯定不是这种人。结婚，百合跟明朗结婚了。
恭喜啊，我恭喜你们。到时候我一定会带着我的孩子来恭喜你们。明朗，这么晚还来干嘛？你不接我电话，不回我短信，你不就是不想要这个孩子吗？宁夏，你还嫌害我不够吗？我麻烦你，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？你这个不负责任的坏男人，你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想要了是吗？你不要以为一个谎言说一千次就会有人相信的。我真的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陷害我。我害你？是你把我毁了。你既然不喜欢我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发生关系？为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跟你发生关系了？我你自己看一下，你看一下就知道了。你看一下是还是不是？是，你是有个孩子，但这个孩子不是我的。那天晚上我向你求救，你来到我家，你抱我吻我，难道你都不想承认了吗？够了！你还把手机落在了我家，你忘了吗？我把手机落在你家不代表我对你做了什么。我清清白白的身子没有第二个男人碰过。黎明朗，你可以不承认，但这都是事实。我怀孕了，我怀了我们的孩子。够了，不要胡说了。宁夏，别乱来。你不是不要这个孩子吗？你就让我毁了他。放手！你让我去死！放手！你让我去死！放手啊！你让我去死！放手！放手！疯了吧你！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？为什么？你这样对我，我还是不忍心伤害你。你让我去死，你让我去死吧！你让我去死，让我去死！喂，哥，宁朗，这么晚了还不回家？宁夏受伤在医院，正在打针。他在医院？他出什么事了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她怀孕了。她怀孕了？那这个孩子是谁的？我怎么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？总之不是我的。哥，你先过来医院找我吧。好吧，你先别着急，我马上过来。你胎儿的情况不太好，如果不住院保胎的话，就会有危险。这样，我看啊，你还是回家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吧，决定好了以后再来，好吧？下一位，大夫，我决定好了。为什么这么傻？
你确定这个孩子是明朗的吗？你很在乎这个孩子，对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想借这个孩子来拴住明朗？宁夏，你太天真了。明朗的心中只有江百合，这个孩子对他来说是个累赘。这个孩子目前还是个胚胎，尽快把它解决掉吧。滚！给我滚！滚！我告诉你，他不要这个孩子，我要。等孩子生下来以后，他就会知道这个孩子的爸爸到底是谁。其实，百合那边你不用太担心，她也许需要一点时间来冷静一下。她这么爱你，怎么舍得离开呢？哥，你帮我去跟人事部说一声，我要解雇宁夏。解雇宁夏？干嘛这么突然？她现在就像一个疯子一样。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你我都很清楚的。他是想利用这件事情来牵制你。哥，你可以帮我作证，那天你到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，你可以证明我什么都没有做过的。明朗，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没有必要告诉宁夏。那天我去过他家。为什么？把你认成是我，到底是不是？其实那天是这样的。不要走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。我真的爱你，你不要离开我。我知道你爱我的，我知道你爱我。本来那天已经准备离开了，可他不停地说不要走，说他需要我。我还真的以为他需要的真的是我。哥，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？哥，我真的觉得你应该跟宁夏解释清楚。明朗，说实话，这事其实你也有部分责任的。要是当初不是你叫我去帮你，然后你又……
不在那边，我根本不会做出这么荒谬的事情。是，我也有错。不行，我去跟宁夏道歉。明朗，你真打算就这么告诉宁夏吗？是。这样吧，这个事让我亲自告诉他。明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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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百合在医院里面做人流，他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帮他在家属单上签字。人流？百合怀孕了？你还愣在这儿干嘛呀？快去啊，来不及了！快来不及了！快去，快去！宁夏回来了，哎，你看我织的小袜子多漂亮，啊！哎呀，你的手怎么了？啊，这是……你渴了吧？我给你倒杯水。静点，百合，这里是手术室。你既然这么在乎他，你干嘛要出去招蜂引蝶啊？百合，你快点出来！草草，出来！你真的不能怪明朗。百合，很多事情你是不了解的。百合，百合，手术做完了。做完了。你为什么不要我们的孩子？草草，我们走。我到底做了什么？你要这样对我？明朗。如果你喜欢宁夏，就好好爱她。我跟宁夏是同事，是同学，我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。什么关系不关系的呀？你就告诉百合，那个宁夏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那孩子不是我的。百合，你真的不要责怪明朗，他对你的感情，你是了解的。我明白，我会好好想清楚。想清楚？什么想清楚？那我们的孩子呢？刚做完手术，不能一直站着。我找个床位陪着你。草草，没事，我没做手术。真的？
百合，说真的，不管以后我们有什么争执、什么误会，我都不许你再提分手这两个字。嗯，好，那你要答应我，嗯，你要清理你以前不纯洁的那些感情史。我以前不纯洁的感情史？嗯。你是我的初恋呢，百合，啊？你就是我的全部，我还有别的感情史吗？真是的。妈。妈，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呢？我在我自己家，我还要敲门吗？哦，你要让我在你的门上挂一个门铃，然后进来以前就叮咚叮咚叮咚吗？不是，你不是老教我们平常做人要有修养的吗？对呀，修养。是，你看你妈多有修养，出门是贵妇，在家是主妇，就连我儿子和儿媳妇的衣服都要你妈亲自洗好给你们送来，够有修养吧。妈我来，妈我来。都是你，艾娜，多吃一点啊，别客气。明朗，伯母，真不好意思，又来您家蹭饭吃。哎呦，看你说到哪儿去了？你来我们家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你看这些菜都是你爱吃的，千万别客气啊，把这儿啊当成自己家。谢谢，真希望这是我家。哦，对了，我给您办了一张美容院的钻石卡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真乖呀，这孩子，你看，这大户人家的孩子啊，那就是不一样。我听黎天说，你爸你妈都是做大生意的，你看你自己还不说，是怕影响不好是吧？妈，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艾娜她做事向来是很低调的。啊？啊，好好好。低调，低调。哎，什么味儿啊？你们闻见了吗？大华，大华！哎，来了来了！表哥，怎么了？弄什么呢？那么大的味儿！我煎中药呢。中药？妈。我让大华托人给百合抓了一道中药的方子。啊，百合病了吗？哦，不是，不是病，没病。是补药吧？真是24小好老公。百合，你可真有福气。既然没病，喝什么中药啊？弄得这么大的味儿，难闻死了，我一闻就想吐。别弄了啊，快快快，别熬了。我闻着挺好的嘛。妈，那药是。是保胎的。保胎？嗯，保胎。恭喜啊，百合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其实应该要恭喜的是大家，因为从今天开始呢，大家的身份都升级了。爷爷啊，奶奶，大伯，哎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华叔叔。对，华叔叔，华叔叔。大华，去把20年的陈酿给我拿来，我今天要好好的喝一喝啊！哎，好嘞。哎，百合，既然已经怀孕了，就不要去工作了啊！你把手头上的工作就交给黎天去打理，你好好休息休息。不用了，妈，我现在身体挺好的，不用特意在家里养着。妈，我跟百合商量好了，我们一起上班，这样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好好的照顾她，好好的保护她，是吧？保护他，哎，你把他放到家里，我还能把他吃了不成？哎，啊，
那个百合啊，我说这些话呢，都是为了你好。你看啊，你现在有孕在身，做什么事啊都要替孩子着想，你说对吗？明朗，恭喜。谢谢哥。哎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我们一起来啊，大家一起。